出炉好不好？那等等呢？我们会先颁发季军，是由我们的
Boss and Audio 跟我们的料理鼠王来争夺我们的季军。等会啊，需要你们两队一起上台。那我们的冠亚军赛的队伍先不要离开了。好，我们的评审已经有答案了吗？现在状况似乎非常的焦灼，评审有点评不太出来，他们现在陷入了一个两难的状态。季军赛 ，Boss and Audio 跟我们的料理鼠王，我们的冠亚军东方龙以及 No Lego City。今天的奖项非常的丰富哦，可以看到你们的右手边这边，这边呢是由我们的主办单位特别准备这些，而且我第一次看到有这种发票，还有地瓜球，这个是麻花卷吗？还是什么？非常的特别，从来没看过。所以今天的奖项真的非常丰富，除了送出了小游戏的奖项以外，还有这些奖牌奖杯，通通给你们也带回家哦。Alright， 我们的评审还在聊天，他们聊得越久，我就要讲得越久，所以你们可以讲快一点吗 ？OK， 有啦，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 B boy 的水准越来越高了。你看我们季冠军、殿军这些人水准都非常厉害，以及今天所有的参赛者也都非常的棒，特地远道而来支持我们现场北港的红包杯2-2。当然呢，还有我们的 DJ 以及辛苦的工作人员，我们再次给他们一点点掌声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你们想听笑话吗？好。不要了，你看看。帮我讲一个好吗？从前呢，我忘记怎么讲。糟糕！有一天，有一根火柴棒走在路上，他就很开心，说：“我是一根火柴棒。”哎，然后啊，突然，等一下，我忘记我怎么样，啊，血，怎么办？大哥，我刚刚笑话可能忘记了哦，好，那个刀都没讲话。好，首先由我们的静佳老师颁发我们的季军赛，先请我们的 Moose and O'Neill 来到前面，以及我们的 No Lego。